壁虎在发射器，除了白色呢，它还有多种的配色。上色是我们店定制的款式，它原厂配置呢一把主体、一个红点瞄准器、一个弹匣，底部呢还有20发可以重复使用的海绵软弹。我们讲解一下玩具吧。整体呢是尼龙的材质，重量在1斤多，拿在手里还是很有分量啊。系统是金属的材质，枪管呢也是金属的材质，所以说它这个射程啊还精准度啊都比较好。顶部有导轨，底部有导轨，可以安装自己喜欢的配件。原厂配送呢有红点，它这个握把呢是蜂窝状的防滑纹，握持起来也是非常的舒适，向上拨动呢就可以拔掉弹匣。发射的是这种海绵软弹，弹匣的容量在8颗，我们就填上2颗测试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手拉上膛进行发射。所以说这是一款造型非常不错、射程也非常好的玩具枪。壁虎软弹发射器原厂配置了一把主体、一个红点瞄、一个弹夹，底部还有24发可以重复使用的 A1 海绵软弹。整体是尼龙材质，重量在1斤多，拿在手里很有分量。气筒是金属材质，枪管也是金属的材质，所以它这个精准度跟射程都会比较好的。顶部有导轨，底部也有导轨，可以安装自己喜欢的配件。原厂配送了一个红点，握把是蜂窝状的防滑纹，摸起来非常舒适，向上拨动呢就可以拨掉弹夹。发射的是这种 A1 全海绵软弹，弹夹的容量在8颗，然后就可以手拉上膛进行发射。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，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，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，世界因为你在痛。